手上拿着星云大师著作，民众翻阅书籍，了解人间佛教。在法师引导下体验浴佛，借由香汤洗涤自己的身心烦恼。菲律宾素物文化节今年再度登场，作为活动范围之一的佛光山慈恩寺持续迎接大批游客走进来。精彩演出烘托现场气氛热闹，慈恩寺规划一系列多元体验活动，发扬佛教传统以及中华文化，也带领民众认识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过程，和当地社区结下善因缘，未来促进更多交流。人间卫视菲律宾素物综合报道。